从杨梅头重戏的三员工看到李登盛与许财盛彩绘大师的门神与人物花鸟，大家有空不妨走一趟三员工，会看见庙内墙上墨宝无数，台湾的庙宇彩绘很少有这种达摩与文人画，看到落款时久久不能平复心情，真的让人惊艳。彩绘的用心度真的精彩万分，特别拍了照片与大家分享。